开着，开着，开着。在在。拿水，拿水，拿水。辣椒水。喝多久啊？出来呀！这么练的。好，那在1月30日晚间哦，本分局接获医院通报，有民众哦，已与人哦有纠纷受伤。那经警方到场了解，哦，为一名王姓男子，哦，与被害人陈冉哦为邻居的友人。那两人先前疑似因女友的问题导致有感情纠纷。那王冉前往陈冉的住处殴打哦陈冉，那过程中和陈冉的身体有多处的挫伤，那并遭王冉所持的水果刀哦割伤了左耳。那警方获报之后啊，立即前往王冉的住处来缉捕王冉，为王冉拒不配合啊，亦阻挡警方。那经警方调查有发现啊，王冉是这个花莲地检署发布的通缉犯，所以依法立即来破门，那将王冉强势的逮捕到案。那全案本分局依妨碍自由、伤害及通缉等案移送侦办。